to F， 这样子压着一指在那边，然后这两个手指这边 F 哦。这样子哦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这个同学 ，AMI 7这两根手指哦，然后 DMI 7这样子哦，两根手指，一个手指按两根弦这样子哦，然后到 C chord， 另外一个比较高比较 OK 的那个弹法就是 F sub 2之后，然后到 AMI 7的时候我直接就滑去这里哦，第这里哦，看啊这样，然后在同样的部分你就可以滑下去 DMI 7啊，这边记得第六根弦是比较弹到第六根弦闷一点，然后滑去 C chord， C chord 往前，哎，两个 O E C 这样子就可以闷住第六根弦一，哎 ，C chord， 啊，重复听哦，1 2 3 4